起来了，我在弄那个发票，等一下，六点就起来了，搞好久哦。换个榜啊，谁说分手都应该欢天喜地，就好比过了愉快的假期。谁说要我赶快？没睡多久？有啊，睡了七个小时。这七个小时呢，我要弄一下这个榜，它是新版，我有点不太懂。我搞啊，没看懂，这怎么搞？这什么意思？素材。看得清吗？瞎了我！这个大灯开的这个这么小。看看比例不对。谢谢鞋的办卡，波波谢谢。个人所得税，为什么突然间大小眼？我没有大小眼，我很清醒啊，怎么回事？啊！哎呦，周榜的图还没做呢，待会儿死的时候做一个吧。不会啊，
哪里不对称？很对称啊，不可能不对称，是我歪头你看着不对，但其实它是对的，怎么可能不对称的吧？西恩呀，去哪儿啦？不是西恩，我说房管西恩呀，失踪人口。我昨天还在想，这个人怎么最近都不来了，又去看哪个妹妹了。我刚好昨哦，这就真的很巧，昨晚还在想着这个人跑哪去了。谢谢我波西欧的同心卡，波波，谢谢。浪了个浪。我感觉副屏都不够我用，一个副屏摆得满满的，好满啊，我的副屏。刚睡醒，谁刚睡醒不卡两下弹的呀？为什么扛不住？让我妈帮我把胖宝热一热，今天没空热饭的。谢谢李仔仔的充电宝的钻粉卡，波波谢谢。我的桌面好乱，我又得来整理一下我桌面。我感觉我桌面贼乱，我就是容易随便把桌面就搞得很乱。谢谢我露露的迎春飞机和全是卡，波波，恭喜露露成为我们荣誉的房管。请问你要加房管群吗？哒哒哒哒哒哒哒！没理，忘了，还好说让你们提醒我。我这两天，鹅鸭虾扣一，我都得让王爷扣，我扣不了。最近时间都会改，也有了界限，如果跨越过，官司不太够嘛，凑得够凑一下，是靠近，哎，没办法，更遥远，相信我们走到另一边。谢谢 CNI 的这份卡，波波，大家可以多送送办卡，谢谢。最近很急需办卡，各位可以用办卡砸死我，大家。谢谢西恩鸭的45个办卡，谢谢我西恩鸭波波，谢谢西恩鸭波波，谢谢。这很明显就是夏夏，哎，不要，没办法，最近我的大哥都跑了，
我凑不齐礼物流水，我只能凑观看时长了。怎么说夏夏，是不是要给我丢个超火？哦，我传一下回放。回放，哎呀好烦啊，为什么老是要传回放过来，烦死个人了啦。哎呀，我设置它自动传的了，哎呀，但是它前面这些又不知道会不会自动传。来，今天没这么多天吗？啊，我这么多天没传吗？我传一下吧。谢谢我改名不会中奖吗的办卡波波，谢谢陈探花的钻粉卡波波，谢谢谢谢各位的办卡，各位可以多丢丢办卡，大恩不言谢，谢谢各位。不对，大恩不言谢这句话好像是被谢谢的人说的。哎，大恩不言谢，不对。差十一个人头，哦，办卡人头，传完了 ，OK 了。告白 O 不 O？ 我这告白还可以。哎呀，不会啊，我不就是换了个时间，我只是晚开播，我最近都会是这个时间播了。而且熬夜跟嫁人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麻了，不嫁，我不嫁人，不想嫁。流水排名重要，数据最重要，我不管。谢谢你办的全是卡，波波。季节，我的爱情是一棵树，永远不会离开一步。我每天都有睡六七个小时，我觉得够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就是睡醒了立刻就来直播。我刚刚六点睡醒，然后我赖床赖到六点十分，我就起来洗漱，洗漱只要五分钟。结束只要五分钟我就够了，但是因为今天要开发票，我就跟着搁那开了半小时，不然我还能早点开的。然后我下播，虽然早上十一点才下播，下播我躺床上直接睡着了，躺了半个小时就睡着了，所以我每天都有六七个小时睡，睡眠时间是非常充足的。谢谢夏夏的八个钻粉卡，波波谢谢，谢谢社恐的全是卡，波波谢谢。没有办法拉进度条，不知道怎么按，好像只有实时，没有拉进度条。那个实时不知道怎么开，有人知道吗？我研究一下怎么开。
谢谢晴天的同心卡，波波谢谢。各位福星，今天快过了，可以丢丢礼物过过福星。啊，不对呀、啊，得过二星啊，这周。哎呀，我吐了，这咋过？过罢了。哎。直播房间管理。Hello， 好像不可以。下午好，对，晚上好。Hello.Hello， 没人。刚刚是谁在 Hello？ 谁在 Hello？ 我在看 CSGO 比赛呀、啊，还没结束啊。他们结不结束没关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okay. 我又不解说。也是，可以。哇。玩了一下午的 PSR、啊、我瘦了很多哎、欸！狗命！我现在想找一个教练，排名重要，什么都没有，我的核心重要。头哥，你要主战队啊？想找个教练帮我提升一下我的水平。这个主战队的话，战队可以啊。我瘦了，来个战队，然后教练指导我们一下。等到我六月初户外，CSGO 的战队叫花果山，怎么样？对呀、啊、，CSGO 的教练，我感觉脸都小了一圈。我可以帮你找个教练，我昨天刚找到。我昨天刚找到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哎、我跟他一起玩，我生物钟就这样，这我正常生物钟，就是睡少了一两个小时罢了。你们有？协商，你们有协商的人数吗？有吧，我看群里在说呢。哦，不知道那波罗，不知道波罗还来不来？我看他还在玩。今天几个呀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哎呀，不是。全都是我让为你们玩，没事，你们玩，你玩他，因为搞的人现在，然后现在就，哼哼，搞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来吧，现在要找一个这个行了，别巴巴了，我心里有数，别巴巴了。来吧，虎哥，我来，没问题，我来。顶啥事儿啊？要你来。今天安排开发的人，对，现在歪歪几个啊？现在歪歪是11个，十一个，哦，谁还没来？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太医，吃完了。同桌吃饭了没？你谁呀、啊？我是同，我吃了呀。你吃了？同桌吃了吗？同桌，我拉奇没来，我刚吃。哦，拉奇没来，吃。点一下名啊，兄弟们，点一下名来。猪猪，我也开始点名来，点到了说到啊。同桌，打。猴哥，到。太医，到。哎，太医，你在这到啥？不对不对，太医，太医，大，没开麦说是大。冷暴力是吧？冷暴力是吧？叔叔，大。红红，到。18岁，大，拉起、OK， 吸烟，没听出来是我吧，猴哥？好，没听出来呀、啊？怎么还有冒充的呢？拉起没说话呢。Hello， 好，拉起来了，拉起吸烟，吸烟在吗？吸烟 ，Hello， 安娜。大强，大强没到，最后念大强，我走了。好，耗着，到，菠萝，到，好了，齐了，我们开始，开始，
开始。我操！我最近，我最近播三楼，我嗓子都播烂了。播什么？不容易说顶楼上。塞尔达，顶楼上。大家准备好哦，点兵要发马喽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我多了？你们是十二个人对吧？快点进去，快点进去。兄弟们快点进去，如果排到菠萝前面的话、要不他顶我一晚上的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你们是十二人还是三人啊？Hello， 一晚上楼上。Hello， 是十二人还是三人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问大哥大姐头。好像是十三个吧。十三人开店。十三个，来吧，开个店就行了，十三个。呼呼，搞网恋。我是蝙蝠侠，希望今晚能谈谈恋爱。那你没有，我今天没有扣一，也是餐餐说他让位置，然后餐餐没来，我来了。但是好像还多了，多俩、啊哦，我们好像算错了群里。啊，步步忘点了。多谁啊？没有啊。步步十三个人、啊，没多啊。到了。再发，好好好好，再发一遍码呗。我清屏了，清屏了。两副字的时候剪成新屏了，知道吧？嗯。行，群，你说，OK, okay. 娃娃机呢？它会是个什么颜色？好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证明自己，大杀四方。今天 cos 谁呢？我今天会玩得很认真。多认真。今天 cos 小丑，我今天会玩得很认真。为什么不知道今天这么早就起床啊？早上，我早上八点钟就起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突然就醒了。我今天很认真了，做了普拉提。猴哥，我今天开一个十三人的位置，好。皮套。哦对。猴哥，猴哥人呢？猴哥那个皮套你们看了吗？不是你说啥？看。我说我今天看了你那个火柴人，你那不是火柴人，有点像纸扎人、哦。不知道为什么他纸扎人，男生跟女生的好像做的不太不是一个人做的感觉。被驯服的下，好像我那个有一点那个简陋。你等我那个到了就我看看我的。哎，我也你的你，包括你的有没有下线吧？我的还没看见呢，他说最近有点多，下周三给我。哎，今天不周三吗？哦，今天周一。今天周一，明天周二，后天周三。今天吃的是南瓜。别提了，一会儿他想起来了，什么打广告吗？啊，对。让猴哥打个广告。你为什么吃南瓜？你在减肥吗？哒哒哒哒。本来今天婷婷身体不好，给他吃那个南瓜粥。哦结果他昨天晚上回娘家了，然后今天晚饭他在娘家吃的，就我自己吃了这个南瓜粥。啊！我这个不抽虾，这多可爱！刚去给他接回来了，所以六点到七点人没在。谢谢涛哥的心语心愿，谢谢涛哥波波大气，谢谢涛哥。哎，我头没移过来，为什么没有那件绿毛衣、啊？谢谢涛哥波波，谢谢。我这不抽虾，我这多可爱！我把头小一点，待会儿不要挡着了。来，我会好好过，等你再爱我，总有个有脖子，看见吗？脖子。当你老了，脖子。头发白了，是走不动了啦。昏沉，我是。太医今天不穿衣服，说是。他们说看腻了，说是这套衣服，我说行。看腻了，你也不能裸奔呐。不穿。哦。就是。怎么买不下？今天也要换衣服。那来个可爱一点的吧。完了，卡住了。可爱吗？你管这叫可爱啊？你对可爱有什么偏见吗？很可爱啊，这小伙子。哦。我的钱怎么付了？完了，我卡了。
哼。哒哒不换，我这套都可爱。各位可以办办卡，点点关注，丢丢礼物，过过心，谢谢大家。怎么了？今天就这个装扮。你的声音怎么不太对劲？别人家声音也在模仿修可爱，怎么了？哦，哎，有道理。怎么啦？你再怎么啦？你再说说。啊？怎么啦？这不是。修可爱，快谢礼物，快谢礼物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这个是谁啊？这是另一个人吧？啊？那变声器？哦，我还有变声器哦。十八的这个劣质变声器，我咋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劣质变声器，朱大侠，你能不能把这头套换一换？这头套都快臭了，快去洗一洗，换一换。你凭什么？谢谢我陈探花的春风火箭，谢谢陈探花，波波，谢谢陈探花，波波波波波波，谢谢。你说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支配我？你今天早上几点去上班啊？就是建议。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头套已经不是头套了，我这是我的头发，这是本体，粘着了呗。没有这个头，这是我的头发，攻击力削弱20，这个头是猴子导航器，对，能让他准确的抓住猴子。猴哥打完了，那我们玩事了，玩事了 ，OK。哦，猴哥有回音吗？啊？他 YY 麦没关了吗？哦 ，YY 麦没关了。YY 麦没关。操！我刚刚一直在没准备啊。没听见啊？没听见、啊？没关啊？没有啊？没有、啊。哎呀！嗯，现在才来。没关啊，全是广告的声音啊，大哥。哎呀！对，这礼物都卸半拉了。坏了，不好意思。来杀害女妖灵，来抢红包啊 ！OK。啊？抢红包啊！好的，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擦手，等一下，我拿了汉堡，等一下我擦一下手。OK， 走。不知道拉屎了吧？走吧。我是漏子。我在监控一下他们俩，他们两个避免他们做狼任务，监控一下。王拉奇在挂机，各位。说下是漏子。不是你这么胆子大吗？啊！谢谢。爆了！怎么样？我到了，苏苏。那个波少说，苏苏小狼狗吃人了，我上去一刀，里面蹦出来个布布，旁边肉汁见证了一切。我的建议是直接时间一到弃票，如果你们想盘也行啊，过。换皮肤换颜色之前能不能说一声，咱就是说我的定位失败了呢，过。凝聚力弃票啊，苏苏是提壶给我吃了，当着波少面吃的，所以一切都是真的。然后王拉奇他可能没在电脑前，所以我本来想着说守他们，看他们不要让他们偷偷做狼任务什么的，就然后那个苏苏就给我吃了。我们时间一到凝聚力弃票吧，我怕刺客狙过了。地楼上，这波我要个功没问题吧？我立大功，我在那大喊让苏苏公主到的，我看到布布被吞的，我点的苏苏小狼狗，我填好，牛逼。顶楼上，顶楼上，确实没在电脑前。波少这个背景板，顶楼上这太牛了，牛，好顶。这个大拇哥，他的背景牛逼。信任。啊，走。我是漏子，不要被顶一晚上，不不，你要被波少顶一晚上，顶呗！波少铁好，我铁信波少了，他救我一命，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波少，我是你的舔狗，哎，怎么死？棕色的，棕色的，
我一边走一边在摁报警，棕色的吗？猪猪有看到吗？我记得是修可爱杀人的，然后修可爱我没看清、哦、那就是铜珠，那没事了，那就是铜珠在我旁边开了一刀，因为顺序是杯的办卡波波太医铜珠，我们站在那个饭桌上面，那应该是铜珠开了一刀。阿果 OK，猪猪公主和恩姐应该知道我的身份。红猪报警前站在尸体上，但是拿起报的警，我觉得可以投铜猪。不投铜猪吗？我漏资啊，太医想拉我去对身份，但是我感觉不好，我一个人走出去死了咋办？因为漏资没有好人在旁边，没人挡刀嘛。然后听一下同志怎么说话啊？过。O 的 K， 我看到的也是，他是在那个小桌板从右往左走，一刀顺路滑铲，直接把太医刀了。然后他站在太医鸡腿的左手边边，没错吧？然后我进来，我也看到是同志刀的，好吧？过。先发言。我能保耗子，然后第一轮能保耗子，第二轮的话我刚刚是全程的注意力都在十八戒身上，因为他是肉质搁了左晃右晃的，最后他是在那个饭堂饭桌前面上面一点，然后很多人就报警了，我是没有看到的。过。 OK， 猪猪公主发言。在报警前一瞬间，火眼金睛猪能看到了棕色的铜猪跟了一刀。过。老钱，付大强，大强，那我说，就是因为刚刚我是没看见，但是拍景前我是听到猪猪喊的说棕色的棕色的，那就是铜珠，猪猪是我认的铁好，那我觉得可以出铜珠过了。地楼上，我刀亮了，现场。第一轮猴哥活着，所以第二轮一定是猴哥被刀了。我一直按着空格，我在十八 Z 边上按空格，因为我不可能刀到十八 Z， 所以我只可能刀到旁边的人。然后当时十八 Z 在我左手边两个身位，然后离我更近的是拉奇和太医，然后我刚刀太医就拍进来了。哎，耶！谢谢猴哥真欧，我是复仇啊，钻石粉丝，谢谢猴哥真欧波波啊，谢谢。这还能想别的吗？那也太捞了吧，所以我觉得耗子是被狙的。那我回忆一下刚才，我不知道耗子有跟谁报过身份，但是我旁边有十八 Z 轰轰，然后出生的时候太医就在通讯间，然后我们四个是从通讯间走到的娱乐室，然后第一个刀猴哥的人就是大概率是狼，但是我没有看清是谁刀的，我是按着空格键走的，然后就把太医刀了。好吧，那这枪开都开了，要不大家回，我又莫主位发言，要不大家回忆一下谁跟耗子一起走过，好吧，耗子打我是弃票的，因为我是好人，然后过来，同桌不排狼，那就是狼。我相信你。他的身份，我个先知道。我是好人，应该是坏人。不，他没给我报过身份。首先，他没给我报过身份，他在饭堂让我抿。你知道吗？他让我抿了一下，你懂？那就是西恩了。我哥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都被你看这名字叫什么叫不是、啊、不是、啊、不是、啊，我哥死了跟你没关系吧？我这名字是叫这个呀。你第一轮的发言是什么？你的导航没导到是啥意思？我感觉红猪也是坏的呀。导没导到，我导没导到，怎么说？真是。先出朱大强，先出朱大强，他急了，直接在面前把那个十八岁给兜了，十八岁是肉汁啊。然后仙姐在我这里也是坏坏，因为上把耗子身份，耗子在哈发也说了，他说我的身份先跟猪猪知道，那耗子都被拘了，同猪身份也报了，那我直接报我真意啊，耗子应该就是那个都被拘走了，就是那个两个字的那个，先出朱大强，那个时间一到我直接点票过。
出不到我身上，我是那个铁警长，那十八岁贴着我，他就没离开过我，他就在我身位上左摇摆右摇摆，那个语气明显就要刀我，我直接反手给刀了，有什么问题？刚才那一把是我被静音了，但是我是在那个娱乐室桌子上边那一块的时候，那边有好多好多人呢，我不知道是谁静音的我，反正十八岁铁坏掰走的，我可以这么着说，因为我刀完他之后我没死啊，我。不忍心，我也要出朱大强，因为朱大强刚刚那个表现明显是弹，我超了 ，Oh no！ 我已经投大强了，我身份报过了，坏了个波少还没开始，还没起来去顶楼上，俩人死了，啊，顶楼上。这怎么抿出来了？这么牛？那我也出朱大强顶楼上的楼上过。O 德 K 轰轰发言顶顶顶个屁！哎，出出出！坏了，全好人，我拉齐和轰轰谁是加拿大？轰轰吧，我是。他那个不，这下没得顶了，操，没得顶了。我一直想问波少，你到底是好的坏呀？他一直不理我，你就跟他做。有什么好问的？肯定是好的呀，我都就这样救你了。不是你，你是我链子是有一个可能是坏是。是狼人哦，对呀，把气票啊出了得了，把陷阱过顶楼上过，嗯，陈复义过，死不了，好难受，过。嗯，我就想问王拉奇，你和红红里面是不是有个加拿大？对，没有别的意见，我两枪开完了，是吗？我就是我，好过。我怕他，过啥呀？没人了，你再聊两句。想装一下，聊什么呀？呀，我去那个机长，去那个链子，去。秋一诺，死了。他的队友没有了。你这是谁呀？你这是太医大强啊？哦，他一被乱棍打死，那没办法。拉奇加油啊！嗯，猎人心上。哦，没有坏人吗？有一弄。哒哒哒滴哒哒。easy， 我只能用一段来形容，简简单单的拿下了。大号坏坏没坏坏，要不然猎人被狙死没点票，出不出去了。对。下把来点高端的操作好吗？可以，我退一下，马上进来啊。好的好的。大强，他要改名。急眼了是吧，大强？哎，急眼了是吧？急眼了是吧？他怎么能在你们面前给我刀了？不知道，他当着你们的面给我刀了，怎么刀得到的呀？我去你的！你一个肉针，你都能让我刀了，你说你捞不捞？周大侠，今晚别让我拿刀，别让我带走。哦，今天晚上别玩海沙，敢跟我大强不死你，真是敢跟我对着人，你就别玩好了。你可小心了，哥们的刀很快的。啊！你可小心了，十八岁。你可小心了，十八岁。朱大强，你的刀有我快？你肉针都能被我刀，你管什么好快还是不快？宣战！我现在什么意思？朱大强上你仇人名单了。你想想，你今天是一比二，我和猴哥俩，两个刀你一个，你今晚能说话啊？我上来，我先手刃了，这是猴子，我怕什么？我的愿望已经满足了，
昨天一宿没睡着觉，说是早上八点多才闭上眼。我看，我看昨天的仇你今天报是吧？没问题，朱大强。哎呀，气呀，这话。哎，昨天没报成。哇，猪猪，你这个衣服有点东西。OK，Sorry，、okay, sorry, 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他 EFW 可以开。OK， 可以开。OK， 掉线了，说是来。OK， 来，开喽。Okay. 来。好、哦，不不，怎么说？哎、真心换真心，不带出卖的那一种，怎么说？那走吧，去饭堂啊。我们先啊，那行 ，OK。好啦。我跟十八走啊，我跟十八走，走了。我你的。我不不。说。我说下面。啊！你什么？我刀的。他绝对为坏。我只要海王带刀，猪猪大概率为坏。他刚刚在那个走位啊，在饭堂不说话，往前移了一小步，绝对为坏。吃个狼米嘛，过。我跟猴哥跟太医，我们复活在那个叫剑桥那边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对身份，太医先给猴哥报了个身份，但是太医那个身份我不大信，所以我想单独给猴哥报身份的时候就被拉进来了。其他的没了，过。我在现场，当时猪猪跟我紧贴着站，我是没有看出猪猪的走位有狼相的，但是西恩手起刀落，嘎完之后报警了，我这不好说呀，我没抿出来，过。我跟 EBJ 去饭堂说了一下刘若盘身份，因为我跟他出生一起，他说真心换真心，然后上去刚说，他好像说了身份，但我没听见，我就说啊什么，然后我没听见他身份，但我跟 EBZ 在一起，那 CN 这一刀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认，不知道，五五开过了。哎，顺序怎么换了啊？我和拉奇在饭堂，我找他换身份，他不跟我换。我感觉他像个坏人，过。我能插句嘴吗？随手劈猪是轰轰，猴哥的名字是属于轰轰的孙悟空，过。哎呦，我怎么感觉磕到了呀？哎，这轰轰跟猴哥，哎，我先不说这别有的没的，我给大家的信息是基本可认，西恩这刀他是秒刀秒拍，而且他旁边。上面站个朱大强，如果因为我是好人，如果说他是狼的话，那旁边一个狼都没有，或者是说朱大强是他的狼队友，朱大强也没有向我靠近，那西恩就对猪猪动刀，我觉得不太像。他这样拍进来，让大家去商量，去猜测他是不是狼，我觉得没这个必要，所以我觉得西恩应该是好人带刀。但是猪猪我确实还没有听到他说什么，然后我到娱乐室，我就看到猪围着那个喇叭，就是那个桌子走了一下，然后是说你看什么，好像是应该说自己衣服，然后先给他到了秒拍的景，好吧，不是加拿大鹅，反正就自己秒拍的，哦，过了。拉起发言，我复活跟波少在一起，但是我觉得他，我感觉我那个杀意感知的天线啊，五根全部都立起来了，我感觉他要给我拐到那个孵化室里头嘎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跟他换身份。我要轻踩他一手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身份，上来就找我要聊。哎，反正我那个可能是我比较敏感吧，敏感肌，但我还是要轻踩一手波少，没其他的没有了，过。这个P猪，不是那个P猪啊，我是要P猪大强，所以不要什么都磕啊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会害了你，新锐刀可以小认一手，我们要不然就直接一手凝聚力怎么样？我说三二一，我们就点票，你看他被拘了吧？但现在别点了，现在点还有啥用啊？
心理点就没用了。这个，那我们就得出一个了。那我们出谁呢？王拉奇踩了一手波哨。王拉奇既然踩了一手波哨的话，波哨发言嘛，一般。那我踩个谁呢？我就狼一定在位置呗，因为这个娱乐室里边他没开刀，对吧？娱乐室里边没开刀，那说明狼一定在外边。我要不我们直接把苏苏给归了吧？因为三人行必有一坏，我太医、苏苏，我们三个复活。我一开始啊，我说我们能不能报一手身份？然后太医是第一个站出来，哦，可以报。然后耗着过来，景哥接着过来说说，哎，可以报。然后苏苏也是说，哎，最后磨磨唧唧的没跟我们报。要么我们就把苏苏给除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苏苏可能像狼啊，过。太医发言，我的身份猴哥，苏苏耗子知道，好吧？我其他没什么说，我这个身份真没啥用，过了。猴哥三二一，我直接弃票了，但是。我说实话，我感觉猴哥有点假个妈个三二一啪，哎，就这么巧。我感觉猴哥给我的感觉有点像那种吃个狼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就是他要出苏苏啊，我在现场，我觉得出不了苏苏，因为苏苏是要跟猴哥单，他知道太医的身份了过后，苏苏要是跟猴哥单独去对身份的人，他敢单独对身份，敢给单独给猴哥报，说明他身份很硬很正，对吧？他是个好人啊。我就出不了叔叔，我觉得猴哥好像有点行。我看你们，这耗子不对啊，先吃机票吧。猴哥，你我希望你不啊，你看这么机票，他老中票啦，不好，我点的呀，我点的呀，我点了一个，我点了一个没中票啊，这也，所以白中了，是吗？那叔叔就不是三张冲票。胖子你过来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我说错了。小一闭嘴啦，一闭嘴，一闭嘴。哎呀，叔叔，我的天，你说你是啥？我通灵啊，两个。哎，兄弟们，打了一个狼链，我应该马上会死啊。苏苏应该是练着，他跟朱大强一起，他俩是练着。完事我一嘎，苏苏还是那匹狼，而且我没死，我是警长啊。西恩他是正义，我直接跳了，好吧？听着可惜。那么可以，耗着就不对了。上一轮对吧？你保了苏苏，这是一个红名，你敢保？这轮我建议直接出耗了，过。可以。是这样的，上到我猴哥苏苏我们三个人在一起，猴哥直接把我们两个拎起来让我们立正报身份，然后我就把我的身份报给猴哥了，对吧？然后苏苏跟他讲个妈刚说，哎，我不敢报给太医听，然后偷偷报给猴哥听，猴哥直接过去就把苏苏给嘎了，人拿捏是吧？猴哥也听得紧张，我觉得这个企图力度非常高。那么这样的话我也想打一手耗子了。什么毕总监？我也想投耗子。我外卖了，不好意思，先来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耗子发言就不应该投我，因为我刚刚给猴哥报了身份，我说我能验，我的身份能验。猴哥没有刀我，他去刀的苏苏，对不对？你既然能刀苏苏，那说明你就是认了我的。但是你又进来了，进来了过后，我说我保苏苏的理由是他敢跟你单独报身份，对不对？当时是在，我是在现场的。如果我说，哎，我是通过他的行为来判断这个东西的，我所以说我才说，哎，叔叔不像是狼。刚刚还有三票，所以说我觉得叔叔可能冲票。但进来了过后，大家又说不是，我说好，叔叔，我可能说，哎，我保错了。但是我要投谁？我要投波少。王拉奇上一轮能以一个好人的视角去嫌疑波，不，那个就是猜测波少是个坏坏，对吧？同珠在现场，他能保恩姐。我上一轮是三二一直接弃票的一张牌。然后我说我怀疑猴哥有点假嘎嘛嘎的说，哎，有点像是刺客狼，所以说我是通过好人站在一个好人的角度去盘的。我这一轮投波少了，我直接挂票了。你是好人，为什么要站在好人的角度的？出耗子啊！你唯一一点就是你不应该去踩猴哥，知道吧？
你既然要认叔叔的话，是吧？猴哥肯定是在你们是提号才去认叔叔啊，你怎么会找猴哥呢？出号子啊过。哎，关鸟走了。简而言之，言而简之，拍嘛，两枪都开完了，你拍嘛？对呀、啊，你关鸟，两枪开完你不拍，那里聊有的没的都。吃鸡腿落地上我输有饭吃吗？什么？你出去啊！你又骗我！我刚还说 E B C 这个语气，我觉得他是个真的。哎，哎呦，波少很帅哦，刀完就走哦，直接往上走哦。谁给我刀的？不是 EBC 吗？嗯，给波少给他出了，不就完了？你看上班了，过，坏，又忘记必败了，出我，过，十八 Z， 牛奶，好好想想，就是娘，十八 Z。在这个局能吃到一口真不容易吧，对吧？哎，吃掉吧。哎，不是博少，我开了两枪了，我这局又不是 AK。 起票，十八 Z， 听到了吧，听到了吧，听到了吧，博少说把十八 Z 你狙了，然后同桌呢又说，哎，我两枪已经没了，意思是说他但凡有一枪十八岁你都是必死，但是看你就是怎么想了，好吧，反正我们好人的话，我跟轰轰那肯定是投波少了，好吧，投波少了，行吧，波少刀完了就走面刀，不过了，那怎么说嘛，波少 V 我二十，我弃票，行不行？人家说 V 五十，你说二十，你。他说五十，你说二十，你得果然好事。那我就五十吧。你说这好，没听他一投票，他一投票，他一投票。都哥们，都哥们，都哥们，都哥们。牛的，因为他没威，你弃票他就直接不给你了。你是会砍价的。我是就没。你是会砍价的，好吧？群里的红包别收啊！我刚本来提前资本介入了，孽障，算了，别收了啊。哦，他还没威呢。提前资本介入了，哎，刚刚是没狙了是吗？哦，OK， 你自己啊，哎，猪猪为什么还威了？啊，赚四十可以，可以，不知道，猪猪是狼吗？这不是第一把吗？这是第一把吗？猪猪是狼吗？这不是第一把吗？这是第一把吗？啊，喊我威第二把就好，我要好人。对对，下回做生意要跟波少做，波少喜欢威高的。你可以跟十八岁没做，我也是五十几步的。没有，让你骂我，出手过错，就觉得就觉得不好，是吧，波少？你看是不是？我发现这个秃鹫只要活下来，就有钱赚，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真的。对呀，在我这边是，能活下来就不错。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肉汁，有没有人报身份？哦，我打开，我给你报。哦，叔叔报，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听我说，说，说说说。我是我是你。哦，好。坏了，我没事。三四，大强来说。哎，别烦了，他死了。啊！我走在路上。喂。没，我没有。哎，我没报警呢。可能踩到砖下的尸体了。我操！没别的信息啊，我走在那个管道里面。不。砖下有这么快吗？王德发，我刚从娱乐室过来，然后看见另外三个人，然后往娱乐室里边走，还有西恩和猪猪，本来还活在那里的。
意思我刚碰到的那几个全是狼。我头破上钻石 RCD 肯定没有好，对吧？哦，过了。何少，这个演技啊，我觉得还需要再提升一下。你这一招我们已经用过了，现在你的嘴是不是已经裂开了？把麦打开，让我听听你的笑声。全票打飞，王博龙。好，他自尽了。他自尽了啊！看切入。那他自尽了以后，我们这就好办了。这个红珠刚才说里边都是狼，哎呀，没太记住，我就记住波少这个了。谁呢？朱大强，是不是朱大强？刚才完了，没太听红珠发言呢，忘了娱乐室都谁了？这娱乐室都坏是吧？不个坏吧？有没有好人了？归个票吧，过。我来，轰轰没动刀，他是在娱乐室的，轰轰是没有动刀的。十八，也就是说十八队朱大强，不，三个人其实都能出。如果轰轰是个好人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出得去，三分之二的几率，好吧？为什么我能保轰轰呢？因为我在外置位，我知道他，好吧？哎，投十八队朱大强，哎，其实朱大强和步步都能投，他俩都有大数据，朱一轮和马坏，投朱一轮吧，过，让猴哥爽一下。可以出朱一轮，我做了通讯任务啊，近期有进度条。轰轰没动刀是吧？饭堂里面不是说都是狼吗？那你们看着出吧，我做通讯任务，我出去可以看进度条。过。OK， 轰轰发言，在这个位置听下来，前面一个通讯任务，一个开局跟我在食堂的人，一个猴哥，一个朱大强进来，哎呦，他死了，什么意思？听不到他们发言了呀，我这个位置要归票了。一记外圈刮，诺克萨斯断头台，强势点杀，要杀猴子的朱大强上票。嗯，布布是肉汁儿啊，我刚要跟布布，随后跟着他去报身份，然后我跟布布边上就死了一个链子，是苏苏吧？是不是苏苏死在我跟布布边上了？然后同珠跟我跟布布，从娱乐室右边门口口路过，那也就是说我与肉汁儿和同珠并没有在饭堂。孙悟空发言铁好，那外面除了死了个链子，还又死了三个人的情况下，那耗子骑着驴，十八岁跟轰轰这三只是什么情况呢？我觉得他们三只出谁都行，是不是？布布，给你归票过。顶楼上，就我是个肉汁，本来我还以为这个苏苏是这个朱大强刀的，但苏苏死前确实给我报了是个链子，而且你们这么盘，那朱大强他就不能是个坏，那坏人只能出在你们三个里。耗子是先踩的 ,EBZ 说做了通讯任务，轰轰跟踩，那我们就出这个最快点票的轰轰，大家看行不行，我肉汁归票，轰轰窄，出轰轰过了。牛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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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、牛的吧，陌生是不是陌生，下面站着没动呀，牛呀、啊、我没动啊。但是那 N 姐是怎么死的呢？ N 姐从你旁边路过，然后那可能、不对，那链子苏苏是链子被刀，我你什么身份？我肉汁，你说你没 EBZ 是坏的，没有任务 EBZ 坏的，没有任务给他刀了、EBZ 坏了 EBZ 坏的 EBZ 坏的 EBZ 坏的 EBZ 他打我，把握肉汁，我来讲刀，漂亮漂亮，给我出手了，我是警长啊，外边没有任务，这样我就可以，既然这个刺客狼死了，上一轮仗给大家爆了，然后但也没事啊，那个太医啊他是秃鹫，他被我上来直接就嘎了，然后我二十秒蓄力，刚好那王伯伦进来就他就说，哎，我踩到钻砂尸体了，那不可能对吧，所以我直接把他羞辱致死，这说明我是铁好，而且我还带刀，那我就不可能为鹈鹕，都不为幼汁儿的情况下啊，那么朱大强
上一轮也是这个感觉这个发言也还可以，红珠又点出来就是娱乐室里边都坏的情况下，那么我们出谁交给步步步来抉择过。又来，刚刚我是要保护步步步的一张牌，我是个官僚者，我在医疗室看见了轰轰站在娱乐室的下面拍碟下面，然后恩姐从上面路过去了娱乐室右边，他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面，但是拍碟进来恩姐死了。哎，当时我以为轰轰是没动刀的，又轰轰站在下面是左右来回晃动，然后我以为轰轰没动刀，因为我看不到右边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恩姐往右边去了， 后来他就记了。那么如果朱大强全程跟着肉汁走，那么只有一个人的选择，就是铜珠。铜珠又踩了王菠萝，波少是刺客狼，那么铜珠是啥？鹈鹕。投铜珠，清清爽爽过。嗯，如果铜珠踩了菠萝且肯定不共边的情况下，耗子刚才那个行为确实做好，那真的就没别人了。那孙悟空警长，我是正义使者，不不不是肉汁儿，那就只剩下铜珠跟耗子了。但是我觉得耗子刚才那个发言，我觉得好像他这个观鸟有点那个意思啊，我觉得可能是铜珠，你觉得呢？不不乖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有点难选，二选一，五十五十。但是耗子这把是有认真在盘东西，他没有在混水摸鱼，所以他好人概率会大一点。但这是属于我的大数据，那肯定不能让铜珠说，一说我就要动摇，肯定不能让他说。我要不就搏一把，我们出个铜珠啊，出铜珠吧。我点了，我不听他说了，我容易被女人骗。凭啥呀？你被变音了，布布。这个 EBZ 被追成那样，你能被谁变音？我复仇者，我有刀，我是在最上面那一块的。一开始在饭堂的时候，你们三个在右边，对吧？你朱大强还有一个人不知道谁，然后大强你自己也盘出来了。这耗子盘了半天，他保的是轰轰。什么叫只要他盘就没问题 ？OK， 不给发言，不说，没用，我们直接不听，听了就会被他给骗，你知道吧？不骗，这是个骗子，直接骗人。不发言了，不发言了，不发言了，好人也不发言。直接不听。只要耗子盘，耗子就是好人。我爱不发言，不发言。哎，爸爸爸爸爸爸爸，一爸爸一爸爸。来你吧，看看看看，四天四天四天，少了一个，少了一个。我出去一下，马上进来。少了一个，随便看，随便看。少了一个，谁？少了一个。哇，他保了轰轰，你们还保他？我真的是。哦。我改名去了。我进去，我在保护。我也想改名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改个什么呀 ？OK， 开始。先看一下。我捅你！啊，他意思什么？他说哦，然后就走了。那可别赖我了，我肉汁。OK OK， 哎，大强大强，来，我是你大强，来，快！好的。我正义。我跟大强，我跟你走，我给我的身份可以信。大一也报了身份了，好的。我大妹肉汁，我说了，跟大强说身份了啊。不不对我姨。Okay. 说了身份了，我跟大强说身份了，大强是肉汁。我没刀。对，我是肉汁，我是肉汁。耗子在转圈。不是，西恩真的面对着我，我会害怕。我还是转个脸比较好。OK， 哎呦呦呦。肉汁，我大哥不会是那个吧？右点，别急，别急，往右点吧。啊，别急。你干嘛？我刀的太医啊，我刀的太医，猪猪刀了步步，对不对？没事儿，猪猪这刀我一上来，我们都队员身份了。我看那个
就是狼人一般他就会站在那个娱乐室的门口，你知道吧？谁站在那里？太医站在那里了，所以我上去就给他嘎了，所以他肯定是哪儿。然后轰轰，我也知道。哎，这轮我建议我们直接凝聚力弃票，就这么多过。不能弃票啊，足足的嘎了一个。他拿到问我身份，我反正告诉他了，我死了他买单。那个猪也知道，就我们仨对过身份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仨对过了，我能认他，我等会凝聚力了啊，过。牛的，我贴着波操看你们过。再娱乐室，凝聚不了吧？猪那个没尸体啊，我只看步步消失了。那猪是啥？双杀爱体活，那凝聚力不了啊。那你们都弃票了吗？那过。有鸡腿，这个我实话实说，我是看到旁边有布布的鸡腿，知道吧？那就是猴哥先刀的安排紧，然后猪马上刀的，那么能不能认呢？十两个两个都坏的情况下，我不知道，我听后面再讲一下吧。我觉得不能盲目，就是十两个的情况下，俩好刀没有第三刀出来打一下了。大强应该记得，大强会说的。但是现在点了四个票，我怕出不去。我都没有去过饭堂。过。我是弃票了，这十八岁在我这里铁坏坏，那么大一个鸡腿，那么大一个鸡腿在我脚边，十八岁硬要把我说成没尸体，说看步步凭空消失，要说我是专杀或者提壶，你说这十八岁能好吗？反正我直接弃票了，来点凝聚力过。赢不了啊，我肉汁儿，太爷第一个给我报的身份，布布第二个给我报身份，太爷是通灵，布布是正业呀，那能把这两个人同时都杀掉且弃票，这什么情况呀？啊，这孙悟空、猪猪公主、轰轰仔好像都不是好人，十八岁余额弃票了，我先试着投一下孙悟空，看看能不能投得出去吧，好吧，打我。啊，出猴哥吗？哈人哈人，我一直跟耗子在一起。哈人，顶一下楼上吧，浅浅的顶一下。我做了任务，过。那同珠单走，在我视角里，应该也是外置位，跟苏苏都是的同珠做了任务。等一下进去可以看有没有进度条，有的话那苏苏就是坏坏。那这一把我没有其他信息，因为我看到的是猴哥开了一刀，猪猪开了一刀，都有鸡腿，然后大强是肉汁嘛，我在大强身边。那这一把大强说出猴哥，那要不就投猴哥，要不就弃票，只能这样子了，信猴哥就弃票。朱大强啊，我本来是进去以后，我本来是要嘎你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决定换一个人嘎。猴哥被冲票了，猴哥被冲票了。可是我本来是想嘎你，朱大强，但我觉得你应该是好人啊。他一听，又我游了，看我意思说话是怎么样？不太对呀、啊，你一定要跟我意思，我跟着肉汁儿吧。啊，你又有刀，你又有刀，那两刀都出了，你又有刀，你又有刀。叔叔造了肉汁儿，又搁这硬踩硬踩硬踩，什么不对不对不对的？这一辈子我就觉得他又想拿着那个钩，拿着那个什么那个刀啊，顶我屁股后面想刀我。我上一轮怎么发言的？我是外置位单走，外置位单走的牌那么多，盔子牌可以单走，工程可以单走。跑带可以单走，加拿大可以单走，那么多那么多，为什么进来之后我没有任务条？我本来我，而且我上一轮也没有说过我做了任务啊。那你 EBZ 你一来就搁这儿啊啊啊，不对啊，这速度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什么发言啊？把这个 EBZ 出了，而且这 EBZ 上一轮还搁那什么？那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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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出一遍过。别说了别说了，出全票打飞苏小狼狗啊！我这票直接投你，你在我这里就。直接就是中立级以下，这十八 Z 你怀疑他可以，但是你直接用掉拉林这个机会，我是认不下你的过。
上把我认定的是水手劈猪的孙悟空跟猪公主和轰轰仔，他们三个抱团，对吧？都说咱们他们三个有刀且是好刀。那步步一个应该没有撒谎的牌，正义也是正义身份走的。我觉得苏苏这波拉铃肯定不做好，但是猪猪跟孙悟空他们两个也不好认。如果苏苏是鹈鹕故意拉铃的话，那我觉得应该是先出狼。少爷把孙悟空的发言呢，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咪咪说服了我的情况下，那是不是可以投一手猪猪呢？你们说对吗？过。我有点不习惯这个发言顺序。我觉得苏苏小狼狗好像当坏人的时候就喜欢拉铃，这是我的感觉啊。不一定对，小点一下楼上过。哎，我说苏苏，你这个拉铃拉的不讲道理。我以为有鹈鹕拍进来了呢，结果进来一个没死，只是有人在里边游戏里边发言打了你。那发言打了你，一个人没嘎，对不对？他只是发言打了你。他只是聊了一下任务进度条，有什么好拍警进来的呢？谁拍零谁买单，我投叔叔，你们自己看过。是的，而且叔叔第一轮发言时候没说做任务啥的，主要这也不是什么重点的，你浪费了拉零，那你要买单 好吧过。拖叔叔吗？其实大家如果要都出苏苏的话也行，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啊，我觉得他不太像鹈鹕。不过呢，在我这里应该是有一匹小狼人，这个狼人应该就是带着那个猪尾巴的猪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啊，步步就是他，不是他报了正义嘛，对吧？猪猪就应该也是正义，如果啊他是好人的话，他就应该是正义。但是呢，这个刚才啊进这个游戏的时候，猪猪一直在贴着这个很美味的轰轰仔，他要干什么？我知道轰轰仔是什么身份啊，他跟谁是恋着，你知道吧？他要把他给嘎了，他一直在贴，他就直接从外面走出去贴。我本来是想嘎一手猪猪，然后呢看一看我们这个自证一手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因为步步不是报了正义嘛，所以我就想把猪猪给嘎了试一试，然后他就一直在贴着这个轰轰仔，所以我觉得啊他应该是个狼。那苏苏是不是鹈鹕我就不知道了，你们是看投猪猪还是投苏苏，这是都可以。来吧，很美味的轰轰仔，你应该是个好链，对是不对？你来发言。 你拖你接着拖，来你就等着开枪吧，你是不是想出狙我？你要拒我你直接说，你没必要点的这么清清爽爽这么明明了了吧，我忍不了了大哥，我真忍不了了，你这一下把我逼到那个位置了，你知道吧？你也知道为什么不点票了吧？好吧，我过了。猴哥不是好人啊，猴哥不是好人。猴哥挺说服我的，朱大强是肉汁儿，他能说出步步正义，啊，猪猪公主还能动刀的，猴哥认刀，我想投猪猪公主，过。耗子，你在说啥呀？猴哥这么明显递身份，你还没听出来吗？那如果猪猪公主不是正义的，猴哥是警长的话，他没死，咋了？步步和太医里面就真有个刺客狼？那现在肯定是刺客狼走了，对吧？那这叔叔在外面，你看只有同猪做任务有进度条，叔叔在外面他说有什么观鸟工程，但他一点饭堂的信息都没有的吗？就我外置被单走，你又不是加拿大，一点信息没有咋啦？你那么说你可能是观鸟工程，那你就铁不是加拿大呀，啊对吧？那你是啥？那铁坏呀，出叔叔啊，犹豫什么，链子还不点票吗？过。新发言，我是个好人，我就是那个链子。轰轰仔威武时，这恋爱能谈不威，出去我就送。哇，投猪猪猪在我这儿应该是铁坏，他跟我说什么太医铁坏走的，你不应该聊步步步吗？
这他妈还要威武十啊！你怕啥呀？我这警长都给你挡一刀，你个链子，你怕什么玩意儿？他那肯定的，那刺客狼就没了都。大哥，假个妈嘎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谈，这不欺骗啊？我是谁？谁跟谁谈？你带你带你干嘛？其实肯定不是狼，也不是鹈鹕，我肯定秃鹫啊！我叔叔是秃鹫呀，造孽 ！V 五十，你们在做任务吗？是的，波少也在做任务。是的，那咱们三个走一起吧，铁好。我要去洗澡。他要去做任务吗？他要去泡澡，他说。他要去泡澡，那跟着他泡一下。啊，挺好。耶。打完了以后我们还可以报个警，那么谁是那个鹈鹕呢？已经明了啊，周大强肯定是好人，然后西恩跟轰轰他俩是链儿，王波罗、王拉奇、铜珠、耗子里边出铜珠和王拉奇说，哎，这十八队怎么死的呀？十八队死哪了？说一下吧兄弟们，我没看见，过。耗刀，耗子刀的。耗子要刀西恩，但是十八根西恩叠在一起，耗子刀的。清不清爽，大哥？过来，不给他时间准备思绪，直接说话。耗子发言：我是三弟复仇。什么？我要刀西恩啊？西恩刚刚不是跟叔叔在一起吗？西恩走开了，猴哥给了叔叔一刀。对吧，猴哥是看清楚了，我是贴着十八队的，我从进了娱乐室，我说猴哥你是警长对吧，然后我进去了，过后我就找这个十八队，这个十八队上一轮我是信猴哥的话的，我觉得猪公主是个坏人，然后我说我想投猪，十八队反手来了一句，那猴哥这么明显低身份什么什么什么，那链子还不投票，我觉得猴十八队不像好人了，我就直接贴着十八队，我进去都贴着十八队，就等猴哥动叔叔这一刀，我全程按照空格，然后猴哥一嘎，把叔叔一嘎，猴哥是不是直接嘎完就按 R 的？你像哪个狼人能动这么快的跟刀？那只有复仇者能动这么快的跟刀，我复仇，我嘎了十八队过。嗯，我可以帮好人玩，也可以帮狼人玩。我就想知道你是坏蛋还是好人呢、啊？没明清啊，过。哇，我这把跟铜珠、跟波少，我们三个人在澡堂上泡澡，那我们三个铁袄的情况下，没动嘴、没动手的这个情况下呢，那肯定就是从耗子和耗，好像也就是耗子了，是不是啊？啊、我想投耗子啊，过。好不习惯这个发言顺序。我这把跟朱大强同桌，我们三个一开始是我跟同桌在一起，然后朱大强才来的。这把我们三个都好，听一下后面的人分析吧。过。我们三个去澡堂呢。那个，我大强波少，我放了个热水，就拍进来。西恩跟轰不链子吗？然后我想想，要么投耗子，要么就欺骗。耗子说他是三弟，但是刺客没有了，现在说实话报啥都行，那他这个身份我感觉我只能认一半，耗子这边，然后大强是肉汁，同珠做了任务然后有进度条，所以猴哥警长在我这，我们第二排连着这几个人都是好的，那我的狼坑可能在第一排跟第二排，耗子波少里头，那反正还有警长嘛，不行就先出耗子，要不我也抿不清，试一试吧，因为赌一手他们链子是好链子，过。阿良肯定是好链儿，这还能不是好人吗？我弃票了。我也弃票了。
我点的拉奇，我上王拉奇里边有一个。我点的拉奇、啊，我也觉得。谁给我？哎，谁给我关起来了？哎，哎。我好的，我点到，觉得他们，但是他也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杀到你。要不我去，哎、我能去找吗？郭少来了，郭少什么什么？郭少，哎，猴哥，我贴着，啊、你可以隔着墙，你可以隔着墙拍点儿。OK， 没问题。郭少你什么什么？郭少拍点儿，你拍不着脸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波少在我面前吃耗子，你不知道我有一杆大长刀吗？那轰轰七恩是链还是好链的情况下，朱大强应该是好，耗子在我这儿是好，他一直守着我，耗子肯定是好人啊，这个点大家不用质疑。所以现在呢，红猪做任务有任务条，那就只剩王拉奇了。如果王拉奇出去还没有结束，那么就剩西恩跟轰轰了，对吧？二三四五，没用啊，那我们投王拉奇吧。挂 O 的 K 轰轰发现上一回合我就点的王拉奇太干净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太干净了，不可能这么干净的，这辈子总多少沾点，对吧？拉奇，你咋可能愣干净了？不可能的。你看耗子他那个发言，明显就是我看到了。耗子是跟西恩在一块的时候弄了一下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那一刀他都认了，肯定不可能投他了呀。然后压力也给到他了，他也聊得很清楚。那接下来他们三排在一起，而且这回合我跟西恩在一块，我们俩全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想进来刀我俩，大强也在，他不好刀，对吧？在剑桥那儿还绑个大强在一块站着呢。大强你要挨他一刀，我上去给你报警啊！但这会儿估计难了，拉奇，那我得出你了，过。投拉奇没问题。我说实话，很伤心。上一轮到同桌发言的时候，我很自信的说了一句：“聪明的女人肯定不会出。”聪明的女人最后还说：“要不出耗子？”啊，他居然还怀疑了一手，哎，太伤心了。投拉奇吧，不、哦，西恩发言。在轰轰说完朱大，其实我是开始我没有觉得拉奇有什么不对，直到我在武器房跟他复活，好人他会第一时间来饭堂，但王拉奇站在那儿没动，随后进来的，追了我一路啊，害怕。啊，那就投拉奇嘛，那没有别人了。我刚才肉盾是贴着轰轰跟西恩走的，然后拉奇就在边上守着，也不知道是有没有刀，能不能动。但是真的也没有别人可投了，只能是拉奇挂。哼，耗子，在你眼里的聪明，也许只有一把，但是我选择了弃票。你远不知道我踩了你后面的拉奇会怎么发言。对上吧，就两刀，猴哥认了一刀，你认了一刀，你说那拉奇，我再怎么怀疑他，那他一刀没开，我能投他吗？他一口没吃，我能投他吗？对不对？我当然认为刚才朱大强、波少在我脸上都站着，那猴哥认了一刀，你认了一刀，那狼就坏了，没动嘴，没动刀呗，我给人投了，对不对？我说要么给你出了。要不就弃票，我们有个警长在，你有个复仇在，你怕什么？对不对？这两个链子又是好链子，对不对？还有，我为什么要投苏苏？就是因为要把他这个动不动就要拍零的这个小习惯给他毙了。我能不知道他不会是一个鹈鹕吗？他是个鹈鹕，他那么早，他拍个零二，你们投我吧，别投狼，投我吧。但是他这个坏习惯一定要毙掉。你可能认为只有这一把我不那么聪明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游戏我们要玩很久。过，牛的，你很点我们呢，是不是？我举报，牛的，苏苏十把九把拉人出九，真得改正改正。反正在我这里，绝对不做好。有刀口先出刀口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反正出了我。不结束
还有警长，我不怕，好吧，我牛的。我的天，不是，我问个问题啊，那个要不来个身份，铜珠在你的心目中又高大了一点。对，又高大了。别问了，真的。我的天，猴哥名牌警长，你在警长面前吃了个复仇。我问个问题，就是那个门原来会开呀？我不知道会开呀。我说我说不是我说我撬锁了，吃了你也报不了警。我撬锁了。我的天，我是感觉不是你吃完你不跑，啊、你这是。这是怎么到的？我不知道哎呦喂！哎，我改个名，我改个名。OK， 你就想刀我是吧？我改个名，我改个名，结果这秃鹫 OK， 看出来了，猛往你身上贴。那拉帘，我都跟着你了，我就怕你死，你知道吧？洗脑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想到这个游戏好人，我玩好人秃鹫拉铃，我有点脑溢血。不是，我有刀，我要刀你一个秃鹫刀，我还给你盘，太刀了都。感觉他们要刀我了，我就索性是把拉拉就完事了。扫个人啊，等会儿扫个人。找个赢啊！哎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嘞，等。哇，这一套说辞真的，铜珠太伟大了！我的天，心目中的幸好，我只幸好，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女人，不用娶铜珠，你知道吗？如来佛，哈哈，把孙悟空打入无锡山下，没用的，你。噔噔，格子站的去偷窥，偷窥。贴着波上，别动，没问题，贴着波上，不动是吗？贴着波上，贴着波上，贴着波上，贴着波上。猴哥跟朱大强警长双倒，然后我耗子，不，我们三个是坏坏，至于是哪个坏坏不说了，就这样吧，过了啊。谁跟你是坏坏？我不是，而且耗子应该是个坏坏，因为我听见就是娱乐室里是耗子一直说贴着波少，贴着波少，贴着波少，同时还有猪猪的声音。那一进来，猪猪波少都死了，耗子你为什么活着？那我们先出这个叔叔，还是怎么地？啊，耗子应该是个狼，过了。我前面是拉起刀了轰轰吗？我看轰轰在拍景前的0.1秒暴毙了，然后我以为是拉奇拍的零，我以为他就是好人动刀，然后把他拍了。我跟 EBJ 在一块，因为轰轰一开始跟我们出生在一块，我想问他那个电机室那个小房间能不能看到我。然后我们四个人就是刚做完那个实验，然后我准备往娱乐室跑的时候，这轰轰直接被刀了，就是然后我以为是拉奇拍的零。那先投叔叔呗，哦过了。不是的呀，不是我刀他的，他突然一下爆开了。但是我有听到铜珠说，哎，但是铜珠，你当时旁边有没有18G？如果啊，假设如果你旁边没18，那18有可能是隐身追上来刀到了轰轰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也是有的。那如果不是的话呢？如果当时18G如果在你身边，那么有可能他跟谁是链子？走着走着突然在我旁边啪哧爆开，然后那边饭堂里头先报了警，我是回头要去拉铃的，别的没有了。那先出刚出说出谁来着，耗子也不太好，我后面归票吧，过。太医发言。哎，对，我发言了，我这把躲起来了。哎，我没带刀，没啥也没有，我就搁个勾勾啾啾里面躲起来，就是想来圆桌会议跟大家聊聊天。那这把全场听下来，我可以明确的得到一个信息，不是好人局了。哼，但好人们，我们把票刮到耗子身上吧，好吧，过。
挂我？哼，凭什么挂我？哈，起飘，滚！那就挂耗子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恩姐的话给我报了身份，但是她进饭堂，听你聊一下。凡子票先挂耗子啊，过。居十八正义。七票，我的牛逼！警长双倒了，他开局拍空格问我，他不是正义，他是什么？小，我想一下，叔叔提壶。我知道，我吃好人去了。你吃好人去了，叔叔，我把你头给你拧开。同珠啊！同珠在吃同珠，吃同珠，同珠在追我，同珠要追上我，同珠追上我，哎！够了，好不好？没了，你真的捞哇？没事，我一个同珠是了。那同珠为什么当拉奇和红红的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怎么骗我进去？我跳不进去。但是饭堂里的王菠萝倒了，我死了。很无奈，你知道我处境多无奈吗，大王？我的警察故事烂尾了。你大王怒斥小王，何必呢？谢谢猴哥这次的贡献。什么？了猪猪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，你知道吗，王菠萝？我跟猪猪贴在一起，我俩都死了，有啥办法呢？有没有第五步？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Okay. 我牵制猪。哦，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，躲个毛就在这站着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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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个毛就在这站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啥呀？我就想在饭堂站着，然后把麦闭了，我就给他拍空格，谁听见我，我就吃谁。这时候猪猪一个香吻猛扑，就直接冲到我的胃里，然后我帮就拍进，对，我吃到嘎啦的了。但是三郎在场，好吧，三郎在场，我给大家点一下，轰轰肯定不是狼，恩姐肯定不是狼，好吧，别投我，留我一命，三郎在场。OK， 轰轰发言啊！首先能摘掉的是西恩叔叔和，我们三个是在里面的饭堂里面，外置位开刀的，外置位开了两刀，开的是拉奇和大强，他也是提壶。如果最后的时候盘不出来外面的两刀谁刀的，可以先把提壶出了。然后林还没拉过，他吃的是应该是加拿大，因为他一个顺身自己掉的，所以先把太一出了没什么问题。后面的人聊一下啊，大强和拉奇是我没有见过的牌，西恩可以归票。过，我也在饭堂，我也在饭堂。我跟叔叔，我看叔叔是从上面往下走的啊。我也在饭堂，我在饭堂偏上面的，我怕被人刀了。我的信息跟霍霍一样。耗子应该是狼。好了，来到我发言了。三狼一提壶出来了，同珠轰轰波骚，提壶是这个太医，轻轻爽爽。你们会觉得我很陌生，为什么？我外置位。我在保安室复活做了个通讯任务，做完过后直接准备去剑桥说话的时候，我从储物间出来，直接看见这个同珠站在了一个应该是朱大强的尸体上面，站在上面他也不拍紧，他就搁那站着，脚下一个鸡腿，这把投谁？投同珠铁坏坏。我做了好人任务，我要去剑桥说话，我从储物间上来就看见了，过投同珠。我和猴哥复活在淋浴间，然后我们俩就在那边用难得在那边聊，就说真心换真心，聊了大半个钟吧，然后就拉进来了，还没说完，但是我身份猴哥知道，我死了猴哥买单，对吧？同珠脚下有尸体，轰说全部死在外置位，啊你这撇得好开，然后停下聊啊，过啊。先发言，我是站在那个六边形电视机那里。
不不不，最开始也在那儿，他跟我站了一下，我俩都不敢互相站。然后呢，我就进到了那个电视机那个地方，我前面轰轰在拍点的下边，然后我的那个地方看不到上面的视角，但是轰轰能保叔叔。那外这位同猪站在鸡腿上，为啥不报警？然后让耗子逮着了。然后轰轰不开刀，叔叔不开刀，我不开刀。步步聊一下，最后去哪儿了？我想听同猪，我想出同猪啊，因为他如果是好人带刀，他刀了朱大强，他不拍零儿，为什么？过。我是在进来拉铃的时候，那个界面看到右边娱乐室门口，同猪站在那个朱大强的腿上没拍。反正三狼一提壶，我觉得先出一个狼，轰轰想出太医，虽然轰轰没动刀，但是我觉得。不大确定，我不大确定红红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先出一个狼出同猪过。我是本来跟西恩贴在一起，但我觉得跟他站在一起活不久，我就往上走了走，我并没有走开，就在你头顶上。那我觉得耗子聊的就是挺仔细的，我觉得也可以出同猪，因为刚刚同猪确实没有来饭堂过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他们说尸体在饭堂，我踩在上面，你说我没来饭堂。哦，我的视野也没看见。我在吊鹈鹕，我在吊秃鹫。先投太医鹈鹕，这个大强是我嘎的，他是个狼。投太医，投太医鹈鹕。哎，又骗走一个，我正义使者。投太医啊，过了。不对。首先啊，不要着急点票，你这个如来佛不是什么好身份了。那就首先我跟十八队，我们俩在淋浴间啊，我们俩对身份。然后现在场上死了三个人，红猪说他嘎了朱大强，朱大强能是红名吗？不可能。我觉得西音应该不太可能是自强，所以应该是聪明的女人已经抿到了西音是什么身份，来啪叽一枪把她拿下。所以这轮我们保险起见，还是应该出同猪，不然同猪我们拉铃出太医，对吧？先全票打为同猪。不，不行，同猪太正了，同猪太正了，就算我看见了他也，你说我太正了，真的，他好，我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绝对是好东西。我绝对是好东西。呀，你看平票了，对是不对？你们不能信他，明白吗？完全 PK， 你们不能信他。我没刀了，我怎么背？我好人啊，我做了任务啊，同猪是好人，他是好人。那也不用问我是不是好人，那万一那个同猪是我队友呢？到了，把门开，我去吧。哎，哎，完了，刀错了，我刀的不是。三个腿。不是，怎么没赢了？怎么就剩我一个了？没得聊了呗，气了呗，啊，小王上去双打，不一定啊。不是，我说耗子也没问我是好人坏人，就搁那踩。我知道你也饿，看得出来，着急慌慌的上来吃一口，油还在嘴边了都，没了呀，把太医出了吧，好吧。把太医出了，过。太医 ，V 我二次，咱俩对不刀，怎么说？你用嘴，我用刀，怎么说？你只能弃票，那对不对？过。太医，我也可以帮你弃票啊，对吧？现在，轰轰太医十八 Z 展现诚意的时候到了啊，过。我喂个狗狗，我一天我都挣不了20，丫头掉头过。哇，我就喜欢这种，我就投你，就投你。
猴哥他太狂了，真的，真怂啊，有点狂啊，有点狂，真怂啊！没有，我点他了，我点他了，我点，我没点。猴哥，你是赢，你不让我吃。猴哥想多吃一口，谁都不准跟他抢。哎，打了。什么情况？你啥？你不知道你上来有 CD 吗？我你吃过我？我操、你不知道你有 CD 吗？我操！为什么？加油！吃我二十？为什么十八 Z 没有刀要钻井盖啊？不知道啊。反应这39秒，你还不去修去？我不修、你还在这吃我？我这我给我逼死你！是，你快点去修啊！你不修吗？红哥，十八 Z 进去有3秒钟啊！红哥，红哥，我压个灯。红，你现在知道了？你知道我有用了吗？哎呦天哪！按下二十，现在知道我有用了吗？啊，五十！我都告诉你，你赶紧去修任务，你不听你的，你是透底的呀？我为什么要叫他分啊？哎，玩个狗啊，玩个烂，玩个锤锤，想那么美，是他就行了呀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说实话，你们狼的赢得为50，你有低低吗？我以为你没说。我狼淌口水，如来佛祖波胜。我写的这个超级仇人孙悟空，我肯定到孙悟空去了。哦、结果孙悟空不让我冲上来了。怎么那么多仇人？其实猴哥，我刚才也能吃一个猴哥。没有，我屯名单上只有猴哥一个人。我死你了啊！我说要不今天对，要不你两个都吃。想了一下，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情分。啊，我对，我说你两个都吃，我就不吃了。OK。20，20。80，80，哇！真的，每次这个出生的地方怎么这么远呢？哦，耗子太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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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狼，动手！OK， 猪猪喊着动手，然后刀了一个，然后我给猪猪刀了。波少在我旁边拍着空格想刀我，波少铁狼，他没有双刀到，那我们出波少没有问题，因为我是刀了刀人的人。波少，你对着我拍空格，你就不对，你出波少过了，顶楼上，啊过，啊还有。啊，算了，过。拉奇，谢谢苍穹先生的钻粉卡，波波谢谢。OK， 拉奇被禁了，那顶楼上的楼上，再顶一手楼上，头波上过。哎，为什么不聊仙姐？你为什么不聊仙姐？仙姐不是把朱大强刀了吗？没看见。还是什么情况？你为什么不聊仙姐，太医？我操！我出你，你顶不顶？过。我不顶啊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不动手刀的人，他反捂我一手，我这莫名其妙，哎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不啦？过。啊，头楼上，头楼上，哎。我还没等到，我说，没别的信息了啊。那咋办？那我们就听恩姐怎么聊。她说她轰说恩姐刀了个人，听她的说呗。过。那轰轰要出狼的话，这明显就是好人呀，对吧？那恩姐她打恩姐的话，恩姐刀了朱大强，那恩姐也没报警啊。要如果恩姐是好人，刀她刀了人，应该也会报警吧？
是不是？我又打动了呀，什么老学耗子呀，过。先发言，兄弟们，你们听我说完，你们再投票。首先，我是那个鹈鹕，我把朱大强吃了。太医看见了，他敢说恩姐，恩姐。他然后他拍脸进来，他又不聊住我。太医铁定为坏，我投降，咱们就投太医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我进去束手就擒，过。恩姐的话能信吗？走了一个狼了。走两个，我不信，朱恩姐过。多少两个狼？你这后妈，你真是后妈！我这后妈都不说你吗？你自己把自己聊出来，你真的聊了一点。我听到了呀，太爷。十八队的时候投票了，太爷。十八队是金狼。我把你当亲妈，你把我当，你把我当后儿子呀？我金狼，我金狼。我把我当孤儿呀。那我看一看啊，既然都这样子了，我来吧。王大奇在十八队那点的票啊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哇，是十八队给你精英吗？嗯，那就不要问我给不给他精英嘛，拉进来聊嘛，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就问你耗子，那我一个牌是不是已知王波罗打动走了，我还能说去踩西恩，对不对？还能聊出轰轰，如果去打王波罗的话，那轰铁为好人，对是不对？是不是？虽然说我不是好人啊，但是我不带刀嘛，是不是？我秃鹫啊，一口没吃。我上来和同桌说了，我秃鹫，是不是？你打我手金银狼过分了呀？那个狼我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灵我也拉了，鹈鹕没了，我再不拉个灵。王阿奇像庄子，是不是？他不像真子、啊。我感觉是好人局了呀，过，你被包围了啊，过。看拉奇嘛，拉奇能盘出那个金银狼是谁就出那个金银狼，盘不出来，出一闭嘴呗。反正七个人，两个狼，中双刀，还有三个人，要不就他狙得准，狙刺客都走了，他咋赢啊？赢不了啊！看你们过。我不信他被金银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我们在拉铃那会坐站着的时候，他冲进来一句话不说。正常他上一轮如果真的被金银，他冲进来一定会很着急的喊说谁谁谁给他金银了，说一些他刚刚想说的话。他没有，他安安静静，所以我觉得拉奇是装的金银。我有点想出拉奇过了。可是我路过他，一开始我跟 EBA 确实是那个秃鹫。然后我还跟他说了，我说我这没吃的，你找别人去。他跟我跟到那个食堂，然后他跑了。然后拉奇是一开始在剑桥我们那边碰见他了，我不是，那他后来是往娱乐室方向跑的，我 EBZ 都不是。你听一下他怎么发言呗，因为他碰到的很多人，然后上一轮他也没有点我，就是没有点我一票。那我也碰见过他， EBZ 也碰见过他，他在我们俩发言的时候都没有点票，说明他有没有可能真的不知道，然后不想脏人嘛，对吧？所以他也有好的一面。听一下他发言，然后过来。我的发言是弃票，进去我刀一个十八级，我这一把一直追着他，想要嘎了他。然后刚刚投票环节，我点了他一票，结果现在进来他真的是一个秃鹫，没有了。只剩我了，鹈鹕也没了，我的队友死光光，我一刀都没开，我只想刀一下，是吧？这样，我发一个小红包，好吧，过。我弃票。你为什么要刀秃鹫、啊？投了的没有资格领啊！投了的不许领，投了的不许领，投了的不准领，投了的不准领。弃票了。我弃票了，我弃票了，我也去了，我弃票了呀，我弃票。十八爷在哪边？你去，你得去找他。我弃票了，我真弃票。你刀一个，我吃一个，请落地上火书。到一个不行，哎呀，我都不需要，我没有诚信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我对不住。我先看红包了，我先看红包了，算我输，我先看红包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红包呢？到一个吃一个，快点，哎。
微个二十，来杯奶茶。没刀刀子吧？你为什么不刀的呀？那这个红包我能领了吧？把你刀的人吃了，这误杀有关灯。不不了，那我领红包了。可以，我也领，我也领，可以领，可以领。医药费我也能领，我也能领。我这个心里面就想着说，哎，弃票，可以领，可以领。等一下，可以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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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可以领，可以领。快乐一下，我要破了，快乐，快乐，我也要破了。哇哦，十四！哇哦，六块！这两个蛋，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，王总大气，感谢波少六块六毛一，波少大气，谢谢王总，谢谢波少，哇，谢谢波少，哇哦，我们好像过年了呀，六都过年了呀，我的数开没数到，我要大。干什么了？荧光棒！荧光棒！棒棒！荧光棒！谢谢荧光棒！棒棒棒！哎，你是肉汁吧？怎么啦？喊我干什么啦？喊命啊！我来吧！好猪！我不会。太医是狼！太医是狼！杀我灭口！太医是狼！太医是狼！咱们就是说，我是一边跑一边摁着耳，谁动的手完全没看见。我只是干了报警前夕，步步那个鸡腿滋滋冒血，但是我摁耳摁的实在太快了，我是瞎子，屁都没看见。谁给我刀了？嗯，这个步步喊着同珠同珠，然后我刚说咋啦，然后拍进来他就没了，好吧，就我也没看到是谁刀的，但拍进来就没了，但一定是人群里面混刀的，在娱乐室。我过。行。王拉奇发言，我进了饭堂，然后我想要出去单走，我娱乐室往上走，遇到了十八级，迎面来的个十八，然后就报警。我不知道我身后这个饭堂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能记得报警的时候他在我面前。警长混刀，行，警长都能混刀。人儿应该是新刀的啊，他那个悍匪头套的我看见了，他就在那个桌子右下角，然后旁边就是铜珠，我还以为是铜珠还是新的，应该就是新，但铜珠也不踩新，那都没看着，不太可能吧。这个铜珠的竞赛势力应该不止于此，有可能会被推进去，这一轮应该是出新，他并没有派到警，他一定是坏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报警人是朱大强，对吧？朱大强是一个没有刀的牌，但是他却能报着警，而心却没报着。然后还有一个太医，太医又站在那个娱乐室的门口右边。我说太医是狼，然后太医颠跟着我出来啊，要出去那个要从娱乐室里边出去。完事呢，我就回来了，我就说我说太医要杀我灭口。所以这轮出仙，下轮就出太医过。不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到了饭堂之后跟猴哥一起到了门口，猴哥说他要去做一手通讯机的任务，哎，我说这可以啊，这好玩，我跟着去玩一玩，顺便保护一下猴哥。没想到这猴哥他刚出饭堂门口，反正灭了我是狼，我能是狼吗？我要是狼，我要是狼，我进来的第一时间我就把你给嘎了，但是我不是，好吧。如果说朱大强所说这一刀是恩姐开的，并且死者是不的话，那么我觉得可以听恩姐聊一下啊，恩姐的警长好刀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对是不对？好吧，过。哎，到我了，我操！我得给他回来回，给他回。我也觉得啊，首先，如果说以猴哥的眼神啊，一般不太可能看错，然后以同桌在的一个地方，他一般会把这几个人都点一遍。点都不点就非常的奇怪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点问题特别大，就是正常他到一个地方，你们仔细想，每一把他到一个地方他都会记住的，报警他秒拍警他都能知道旁边有几个人，他就会不可能说不记得，然后完了还来个眼睛度数，你们信吗？我不信，所以我相信猴哥的火眼金睛过。哦，怎么先死了？他畏罪自杀了。我如来啊，我不杀生的。
这把我会在沉默中爆发。耗子发言。以我的感觉啊，第六感来说的话，恩姐她不像是畏罪自杀的，而且没有别的信息，她是人群中都到的一个人。我不信恩姐是自杀的，好吧。这一轮我要投太医，我觉得太医想抢猴哥的狼肉，那个就是啥、啊、好的狼肉，好吧，过，我要投太医。出不了太医啊，而且耗子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这把聊的是啥？你说你觉得恩姐是畏罪自杀的，我还在说，哎，我刚才你在说话的时候，我自己说一句，哎，恩姐不会耗子一样打动吧？对吧？而且还不到他的发言，他如果他要玩的话，我感觉他会在发言的时候再给自己崩了。哦，同桌着急点票，那我在我这边的，我觉得耗子肯定是坏的，对不对？那同桌按他的，就是按轰轰哥的那说法的话，同桌应该很清楚，能点得很清楚，但是他是也没点清楚。我觉得出耗子可以啊，我想出耗子啊，过。他改耗子发言了，说恩姐打动的是那个波少，不是耗子。耗子觉得恩姐被拘，但是恩姐这个时候被拘，前这位都在踩同桌，恩姐这个时候被拘了，那狼没有那么傻吧？那不自然而然的那个票打到同桌的身上，我觉得同桌也不能出。太医是第一个起来，觉得恩姐可能是个好刀的，在我这儿，同桌跟太医我都不想出。看猪猪吧，过。周周发言啊，这十八子不听发言、啊。我想出这个太医，因为首先猴哥喊着太医是狼，跑进那个。谢谢 K 站的办卡，波波兄弟的可以点个关注，棒棒卡，谢谢大家。他带递完身份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就是他就被拘走了。我想出太医啊，过。我觉得他是不是自杀？我那不叫做递身份，我那叫做保一手恩姐。我那是保恩姐。我说恩姐，他现在被刀了。十八类不是个坏人。先应该是狼。他改我发言。啊，那可能我吃。恩姐，你啥？他警长。警长。哦。先你是冲着我刀还是混刀刀的呀？冲着你刀，因为当时我进了饭堂，我在明你。首先你站在这个位置，你看来饭堂这里，你站在这里没动，不怕我。完事儿你还你的状态不对，跟平时正常应该是。然后你在那里喊同珠，同珠面刀啊，同珠面刀不足。哎呦，我感觉完犊子了，同珠面刀。啊，过出同桌。我咋感觉是一比累倒的？我上一轮我是觉得恩姐应该是被拘的，应该不能是自己打动。然后恩姐那个时候被拘，就不管恩姐是狼还是什么，对吧？她那个时候只要死了，那闲置位都在打同桌，只要恩姐没了，大家都会去点同桌，很有可能会把同桌给点出去。如果说恩姐是那个狼，没有必要那个时候狙，恩姐不是那个狼，那个刺客也没有必要那个时候狙，所以同珠在我这是个好人的。但其实我上一轮保的同珠跟太医那个票形象是个坏子，所以我应该是盘错了。我其他都不知道了，我过。以先狙人的习惯手法来说，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坏牌，对吧，他不可能大家都没有怀疑他的情况下，然后他去随便狙一个人，还没有身份信息，然后他自己打动。所以我也觉得说心应该是个好带。那上把焦点位同珠，然后十八 Z 猪猪公主同珠和我四个人复活在一起，但是我没跟他仨在一块儿，我直接到了饭堂。十八 Z 直接说同珠面刀，那三个人在一起不是一对一的情况下，他面刀了，要不然投同桌过、啊。不是上把就很奇怪，不是为什么西恩刀的人我是焦点位啊？那我真不知道谁刀的，我也真没记清楚谁是谁，对吧？